我说嗨，嗨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发得开，我的文凯，对，我是爱蛙。那我们今年2021年要来开福袋，今年超级难买的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宝雅的福袋，这个宝雅的福袋，宝雅福袋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全年的福袋。全联，好，然后我其实有去排那个家乐福，但是家乐福只有100个，我说我没有买到，很伤心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开全联的，来，好，元太你要对着镜头，可以镜头看一下，今年全联的它是这个灰蓝色的购物袋，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剪给大家看，它每一年啊，全联都会有一个。的动物，今年是什么动物？你给镜头看。牛年。对，就是牛。对，粘在这里。它对，它粘在这里。然后这个啊，帽子不可以脱，是今年是牛年的，长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就是要这边啊。等一下，小朋友，这个是购物袋，它可以把这个收进来，放在这个里面，所以它今年是牛年，是乳牛。给我。要先解开这个。怎么弄开？好，今年全联的是200块，噔噔，就是我们买的，它后面有个抽奖序号。然后呢，今年的那个宝石奖是宝石节，宝石节一台。然后新奇奖台铃智慧双轮22秒，好好，我想要抽到摩托车，这比较实用。哎，等一下，小朋友。然后还有个特仕奖，哇，太帅！我一米，这个是超级奖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今年有什么，你给镜头看，小朋友你坐好。好，今年一样，每一年都有，你看我们今天开连续开第3年了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今年很好笑，我刚刚去排队的时候还有人说怎么没有米，来给镜头看，有这个红包，这个还有棒子，它是那个，你给镜头看，有红包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给镜头看，还有这个福利熊，福利熊的笔记本，这个工地，还有这个新春大礼包。后面工地哎，看后面。新春大礼包，简单说就叫折价券。好，折价券有什么 ？KFC 顶呱呱，还有可以大润发集团的。你看，它后面都明珠。好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桌立，桌立这个可以把它拼起来，拼成一个立体的。我把它拼起来。它是给镜头看，它是一个桌立。等一下，可以切点。哦，它是一个存钱筒啊，这个桌立是一个存钱筒，快速把它组装一下。可以切点。来，我们快速组装一下这个今年的，好，今年的存钱筒好像好一点点，今年的全年哦。我比较晚去排队，所以我今年是拿到号码牌，拿到94号哦，整个很紧张。今年可能大家都不出国，所以我刚刚都不住了耶。好，今年啊，就是大家都不出国，所以大家很有时间去排福袋啊。我竟然没有买到，没有买到家乐福的。好，我们快把它扶好了。还有卫生纸，你看。好了，你看，它是一个存钱筒，三角形的存钱筒，还蛮可爱的。那边有一个洞。对，纸做的存钱筒，好。的福利双收，运势狂奔，那给糖甜的。对，然后还有一张贴纸，贴纸。我打到。好，再来还有什么？给镜头看，还有一个舒洁卡舌米尔40层温感的卫生纸，五月花袖珍面纸，然后还有这个白兰氏叶黄素精华豆，噔噔，然后还有这个油切绿茶。然后还有靠得住完美没有风肉长夜益菌的卫生棉没有，还有这个人参浓缩精华饮没有了，还有啊小脆皮酥，你没给镜头看，对，脆皮酥什么口味？亚豆酥吧，我看，还有一个脆皮酥哟，
乳霜优格口味这边，然后还有一个袋子，可以拿。好，那我们来做总结。总结是，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福袋非常的普通，然后也没什么惊喜感，然后我觉得有点退步哎。除了刚刚那个大奖有稍稍让我们有一丝丝的悬念，其他都不值得期待。然后今年真的很难买福袋。好，以上是今年全年的福袋。哇，结语没有惊喜感。好，下一位，来，等一下给镜头看。来，小朋友坐好，不然坐好。我在这里。好，再来我们要开的是保雅。保雅去年根本不用排队，今年给我排了20分钟，其他都很热衷福袋。然后保雅的福袋只有200个，一个29，249。然后它有一个购物袋是粉红色的，然后这边有写保雅，然后这个购物袋还蛮轻的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它这边有一个拉链，对，我们就说好，你来拉。那有一半开。好，小心拉。对，它有个拉链哈。等一下。好，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是这个。等一下，它这边有一个福袋的那个登录发票，它有一个折扣码在这边。来，拿给镜头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益生菌。下一个，又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卫生纸，大家要拿多少卫生纸？卫生纸，大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给镜头看。照片。对，这个是印尼炒面。好，再哦，这个很实用。欧蓝 K 膏，把蓝太膏啊，不是啊，黑人专业清新牙膏，我觉得这很实用哦。我真的觉得今年保养有用心，哇，真的很实用哎。你看白蓝酵素洗净洗衣球，哇，这个很棒，这个我超喜欢，这个洗衣服很方便。再来是什么？哎，保养真的很厉害，它果然是美妆起家的，很多保养品。这个是卡翠丝雾光丝绒唇釉，这边这个吃啊，不是，是口红。什么？好了，没了。好，我们来做总结。噔噔，这是保雅的。保雅的如果是249来看，我觉得它今年的东西还蛮实惠的，至少比全年好多了。全年请加油好吗？好，来，这个是那个牙膏，然后洗衣球，好，益生菌，然后泡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口红。好，终于今年是快速开箱。好，那我们跟镜头说拜拜。拜拜。来，我们来做结语是，好，我是艾娃，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、点赞、分享出去哦。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